并案故事：陈阿姨今年45岁，由于长期伏案工作，颈肩部疼痛已经有10年了，疼痛在夜间加重，休息后可好转，早晨起床后颈部僵硬，活动约半小时后可以缓解，疼痛加重时口服止痛药，外用膏药后可以略缓解。3天前颈部无明显右阴酸胀，疼痛加重，放射至右肩，右臂至右手，不能拿起东西，夜间多次被痛醒，疼痛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。什么是颈椎病？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，是由于颈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其继发的病理改变，累积周围组织结构、神经根、脊髓、椎动脉、交感神经等，导致相应临床症状。仅有颈椎的退行性改变，无临床症状者，称为颈椎退行性改变。随着电脑和空调的广泛使用，人们屈颈和遭受风寒的机会越来越多，颈椎病患病率不断上升，且发病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。颈椎病分几种，有哪些表现？为什么会发生颈椎病？慢性劳损，头颈部长期处于单一姿势，不良姿势，躺在床上看电视、看书、高枕座位睡觉等。头颈部外伤 50% 的脊髓型颈椎病与颈部外伤有关，慢性感染主要为咽喉炎，其次为牙周炎、中耳炎等。风寒湿因素，外界的风寒和潮湿可以降低机体对疼痛的耐受力，使肌肉痉挛、小血管收缩、软组织血液循环障碍，导致无菌性炎症、颈椎结构发育不良、发育性颈椎管狭窄、颈椎先天畸形、颈椎蜕变等。了颈椎病怎么治疗？温热敷，温热敷可改善血循环，缓解肌肉痉挛，消除肿胀，以减轻症状。可使用热毛巾和热水袋局部外敷，急性期疼痛症状较重时，不宜进行温热敷。推拿疗法是针对颈椎病较为有效的治疗措施，其可缓解颈肩肌群的紧张及痉挛。脊髓型颈椎病患者禁止重力按摩和复位，理疗包括超声波、紫外线、肩动电流等治疗，药物治疗一，驱风散寒、活血化瘀、缓解疼痛的药物；二，止痛、消除神经根水肿、肌肉松解的药物；三，补充营养、抗抑郁药物。具体需要咨询主治医师。牵引治疗，牵引是过去治疗颈椎病的首选方法之一，但近年发现很多患者在牵引后，颈椎病不但没有减轻，反而加重。因此建议颈椎病应慎用牵引疗法。神经阻滞治疗主要包括椎旁注射、硬膜外腔注射、星状神经节阻滞等。手术治疗，手术主要切除突出变形的椎间盘、增生的骨赘等，这些动作有助颈椆康复。摇头晃脑，头按顺序向左、前、右、后旋转5次，再反方向旋转5次，旋肩舒颈，双手放在两肩上，掌心向下，两臂先由后向前旋转20到30次，再反方向旋转20到30次，头手向抗，双手交叉紧贴后颈部，头颈和双手用力抵抗5次，双手托天，双手上举过头，掌心向上，仰视手背5秒。如何预防颈椎病？改善姿势，工作的桌子与座椅的高度要相称，避免过度低头屈颈，桌台可适当高些，劳逸结合，在长时间工作中要做短暂颈部运动，以改善颈肌疲劳，避免感染发生咽喉部炎症或上呼吸道感染后，炎症一旦经淋巴系统向颈部及关节囊扩散，就会诱发颈椎病。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预防感冒，保持口腔清洁，避免受寒风寒侵袭颈部，可导致肌肉和血管痉挛，诱发颈椎病。因此应注意颈部保暖，避免空调直吹等。治疗疾病及时且彻底的治疗落枕和某些轻度颈肩背部的软组织劳损，防止其发展为颈椎病，防止外伤，注意避免外伤也是预防颈椎病的措施之一。微信 16655052345。